前不久消息爆料称，凤凰传奇组合因投资网游产生严重分歧，或将于近期解散。该消息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被包括著名网络爆料人长春国贸在内的数万网友转发。日前记者探班央视某国庆期间特别节目录制现场，采访中发现，当凤凰传奇开场表演结束后，节目组安排他们共同接受媒体采访，但林花和曾毅却分头行动，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分别进入采访室，采访结束后却又分别离开。记者回想此前在现场休息之余，两人都是各忙各的，互相并无探讨聊天类举动，形同陌路。仅此一幕不禁让人想起日前曾传出的凤凰传奇组合将要解散的新闻。之前虽然林花曾通过其个人微博对解散传闻进行了辟谣，最近工作很忙，凤凰传奇会更加努力，请大家放心，同时贴出自己与曾毅一组最新造型照，力证两人关系如旧。但就节目录制现场不肯一起接受采访一事，还是让人怀疑林花这条辟谣微博有多少可信度。